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，六岁的载淳同治皇帝举行了登基大典。即使皇帝只有六岁，也像一切帝王登基那样豪华庄严。六岁的皇帝就是这样接受朝拜，就是这样走进了养心殿。人们都会问，他能担当得了一个拥有亿万人民的大国之君吗？面临着层出不穷的内忧外患，其实他只是一个放在宝座上的摆设，真正的统治者在他身后隔着一道纱帘，这就是所谓恭亲王秉政，母后垂帘。皇帝三年一次的选秀由内务府承办，并非一切官宦人家的女子都可以入选，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家闺秀才有这样的特权。他们不经选秀是不准许配人家的，因为皇帝事事都必须优先。是男是女？是位太子爷。好吧，你说说看，什么是最好的指望啊？啊？洋人发兵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钱，算不得什么心腹之患。最多不过是肘腋之患。